他搞自己怎样？觉得自己好帅耶！觉得自己好帅哟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剪出头发，现在都好帅的。哦，豆豆自己梳头发，所以就好帅哦。我看。啊，那你梳哪里？可不可以碰你的头发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能碰你头发？因为我的那么我才能有手手玩车子。哦，才有能有手手玩车子，是不是？那我可以碰你头发，妈妈可以碰你头发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可以碰下面的头发，不能碰上面的头发。因为你上面头发怎么了？这次出头发的，那个碰上面的，可以碰上面。下面的头，这样子啊，好帅，是不是？